能行。莫急。到底方法对不对？借鉴人参果树之道，收集孩童灵性，定能集成续命仙丹。可已经两年了，人参果树尚需万年结果，这仙丹算快的。但比丘国的孩子都快抓光了，那就要找到更快速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唐朝和尚，你可否见来？唐僧是个高僧，身上的袈裟可以护体。袈裟是想，他的三个徒儿才最是难缠。你是说唐僧可以为母亲续命？何止是续命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孩子的事儿国王就压根没提呗。师父，这袈裟立得到口子。我看看。是今天王后倒茶时不小心刮破的。这可是菩萨送给你挡八十一道劫用的，只对妖怪有效。看来这王后还真是妖怪。猴子，猴子。知道我要来，我是该称呼你王后还是山神呢？这重要吗？这么说，孩子的事是你做的？大圣倒是直接呀。放了孩子，饶你不死。什么东西？猴子不在地上画圈了吗？没事就睡着去。啊，二师兄，可以。大圣消消气，不如我们培养一下感情。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呢。少废话。这头上的金箍挺好看的。难道大圣就不想摘了那金箍？那样你就自由了，莫非是戴习惯了，又或是怕了那紧箍之重？出来，出来！顾和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顾空，齐天大圣，杀唐僧！顾空，孙悟空，娘娘们。
们才是朋友。